有个人呢，把36个糖果分成若干堆，包含只有一堆。那他说每堆个数会一样，请问你总共有几种分法？好，怎么算呢？看这边哦，这题目很简单，就要写36等于多少？1×36。1×36。2×18。2×18，还有呢？3×12。4×9。6×6。9×4。好，总共这么多分法，对不对？但问题哎，答案会几种？10种。不要回答我，老师，1、2、3、4、5。五种，对不对？错了哦，来，就看这边。我问你哦，如果分一堆的话，大家看这里，如果分一堆，那一堆会几个？36个。好，反过来讲，如果分成36堆，每一堆会一个。每堆会有一个，也就是说，这里一跟36，一个当堆，另外一个呢就当个。听懂我讲什么吗？听懂。你现在跟那恍神的同学，不要到时候不要问我，我说刚不会回答你，我不知道，你自己看影片。我觉得你们很多同学都有坏习惯，而且我先跟你讲啊，你都习惯那个把三个字放在嘴巴边，只要妈妈问你说这里为什么写错，你就回答老师说，或者爸爸妈妈说听不懂。我先跟你讲，我的影片都已经录给你看了哦。好，我先说一下，我再讲一遍。堆跟个是可以互换，对不对？所以答案会几个？9个。真棒。10个吧。6×6。因为6×6这边的话是一样的。小心哦，这边是很容易犯错的地方哦。堆跟个是可以互换，所以看起来好像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对不对？但问题是你的6×6啊，六堆跟你互换的结果还是6堆嘛。所以答案有几个？9种方法哦，所以有9个方法哦。听懂吗？第3个点是什么？所以，这样会了哈 ，OK， 好，这个礼拜写上去。